画面中可以看到建案工地地面出现一个长宽各两公尺的大坑洞，甚至还不断扩大，周边更直接是大楼住宅，相当惊险。天坑事件发生在17号晚上10点左右，新竹县竹北市县政七街的一处工地，附近邻居都忧心忡忡，甚至还有大楼住户听闻巨响。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第三个坑洞，现在是公务所，临近民宅，现在临近民宅。旁边就是我们的大楼，现在又发现到第三个坑洞。县府公务处获报后已经紧急派员到场，初步研判是由土砂流到工地内造成地基流失。而根据了解，这次已经是兴业建设造成第三起坍塌事件，15号下午才疑似因为施工不当造成崩塌，还导致瓦斯及自来水外泄，没想到现在又再度传出天坑事件，实在让居民苦不堪言。